媳妇儿到底想干啥。你干嘛呀？你一天天的干啥呀？跟你换床单被罩啊。我不用换啊。不用换？你看你的床怎么脏，这么脏还不用换？快起来，我给你换了。干嘛呀？你给我换这个床单，我不喜欢啊，我不喜欢这颜色。这不挺好看的吗？不是说了吗？生活要想过得去，头上要带点绿啊。王哥，滚滚滚！这不挺符合你的气质吗？你看，多配你啊！行，赶紧换，赶紧换啊！快把那个床单换一下。换床单？换床单太难了，我不会。什么？你不会？这么简单你也不会？就这样铺一下啊，赶紧的。你不是说你过来给我换吗？怎么又轮到我自己换了？这是你的家庭地位，体现你的价值到了，赶紧吧啊！行，我来换。哎，还要铺床的。你看，我把最喜欢的颜色都让给你了。哼，那你喜欢你拿去啊。不，我要让给你。那你赶紧来铺啊！你看这颜色多清新，多可人啊！多可人，是人吧？这颜色。这绿色多春天啊，你不觉得春天来了吗？还春天来了，夏天马上就到了，还春天。把我铺好了吗？铺好了。那你赶紧走吧。走啥走呀？这个新床单、新被套、新枕头的，为什么要走啊？不走。新床单、新被套，不对啊，这是我房间呀。这房都是我的，床也是我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，走啥走呀？你走不走啊？你别耍赖好吧。不走，我决定今天晚上就到这睡了。那行啊，我要不把床单被罩给拆了，你一起带走。哎呀，我是这么小气人吗？都已经铺上了，就放在这儿，不能走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床小，睡不下我们两个啊。哪里小了？那这样，我让给你。你看，这里都是你的，怎么样？都让给你了。哎呦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你是女主人对吧？嗯。女主人就应该睡主卧、次卧，配不上你。我不讲究，我不迷信，不信这个邪啊！我就在这睡了，不走了。再说了，今天我给你铺床了，这是我的报酬，我就要在这睡。哎呦，你咋这么耍赖的？你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走。你到底走不走啊？我不走啊！你不走，我关门放狗了。那你放啊，我不怕。这么赖，干嘛？干嘛？哎呦我的妈！